走路。然后他就飞走了。今天要来介绍我盖的新地图午夜惊魂大乱斗，它和咕噜竞技场一样，旁边有一圈特殊道具，那我就开始介绍啦。飞天扫帚属于飞行载具，就是开头你们看到的那个，把它拿起来走一下就可以飞上天啦，但是这个有点难操控，撞到上面的音浪就会掉下来了。恐惧之眼，它的眼睛会射出一条恐惧射线，被这条光打到就会被回缩，可以用来攻击拿着道具的蛋仔，强迫他们放下手中的道具。南瓜车地雷，我们跳上车子，中间是一个碗的形状，在里面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往后面拉屎，一边开车一边放地雷。跳跳蜘蛛，穿上这套装扮后，右上角就会出现跳跃还有停止，点击跳跃蜘蛛就会一直跳啦，点击停止就可以在地上爬。这个蜘蛛的脚是实体方块，可以用来攻击别人。南瓜幽灵属于飞行载具，穿上这套装扮就可以在空中飞行啦，想下来就点缓降，如果觉得下降太慢也可以直接丢掉。不给糖就捣蛋，它是一个糖果篮，里面装着道具，还自带加速，让你带着道具四处跑，跑到安全的地方把篮子放下来就可以拿道具了，它是有机会刷出火箭筒的哦。南瓜大炮，它的嘴巴是由六个炮管组成的，一秒发射一发，虽然看起来不太像一秒一发，被这个炮弹打到不会掉太多体重，它就是一个有点鲁小道具啊。南瓜车弹球跟刚才的地雷车一样，到中间就可以操控，一边开车一边丢球，因为中间是个碗，所以要跳起来丢。大蝙蝠，它的嘴巴可以发射足以震飞敌人的超级大声波，被打到就会飞高高，声波范围还挺大的。炸弹棒棒糖，它就像棒棒糖一样，只是前面是炸弹，炸弹是一层一层的，所以会越碰越小，就像棒棒糖一样。通常被这个道具挥到，都是一次性吃到好多颗炸弹。吃完糖果记得别乱丢垃圾哦。穿梭之球属于飞行载具，穿上这套装扮就可以自由穿梭。棺材的上方为北，左边是西，右边是东，下面是南。这个球是实体的，可以撞击其他蛋仔。如果你想要出来，就先把它放下，然后再点一次穿梭。你们懂我意思的。雷电小鬼。碰到就会这样，它前面是个电流，这套装扮也自带加速，可以跑去黏着别人，就像这样。南瓜车手雷，一样的车子，只是道具换成了手雷，一边开一边丢，像个投石车一样。小蝙蝠属于飞行载具，它的前面是个风圈，只要转一下方向就可以碰到了。这个飞行轨迹有没有很像蝙蝠啊？啊，没有吗？它还可以发射超音波击退其他玩家，只要你操控的够好，就可以一直飞在空中，把你变不见。戴上这个小帽帽就能操控这个大帽帽，被这个大帽帽碰到就会掉到地底下，下面有个音浪会让你一直撞墙，但你只要来到板块之间的缝隙就可以穿模回去啦。这道具在后期很强，等下面的音浪不见就变成死亡帽帽了。我还活着，哎呀，等一下我要回缩，我要回缩。南瓜稻草人，这个道具周围有四个弹板，当你弹到其他玩家，就像稻草人一样站着不要动，就可以把别人一直弹，弹到你心情好想放他下来为止。镰刀死神，穿上这个装扮，右上角会有个攻击，可以把镰刀发射出去，就像回力镖一样，精准命中的话会击飞得更远。南瓜车弓箭可以边开车边射击，四台南瓜车都会在午夜来临时掉落，等一下会介绍午夜来临是什么。Rest in peace， 这坟墓有什么用呢？它里面是传送门，碰到其他玩家会直接把他们传走，就像这样子。有，哎、欸，坟墓，坟墓，不要！哇，那个坟墓，救命！就是这么强的道具，但是它跑不快，攻击距离也特别短。风暴法师，戴上这个蓝色帽帽就可以施展技能，领域展开。点击风暴领域，四周就会升起风圈，可以把敌人吹走。放下来之前记得把领域关闭，不然就很难再进去咯。场地四周都有音浪，可以让你飞回来，不会轻易掉出场外。角落有电池罐，中央有个棺材板，开关周期为30秒，里面放了一颗电池和一把火箭筒。棺材板关上前记得要赶快离开，不然就真的入关啦。
午夜来临，九十秒后午夜来临，天空变得昏暗，四周板块音浪掉落，南瓜车也是，下面的音浪还在，两分钟才会消失。避免有人归在天上，飞行载具三分钟后会全部失效。最后一分钟，大板块会掉落，剩下棺材板。地图介绍就到这边，不知道各位觉得哪个道具最有趣呢？赶快艾特你的蛋搭子，一起去捣蛋吧！原来如此。走开！走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要打我！最好玩的被抢走了，你们看到一个南瓜在天上飞？有。坟墓，坟墓，不要啊！哇，那个坟墓！救命！那个坟墓是所有道具里面攻击距离最短的，要不要碰到其实蛮难的。那个坟墓的碰到自己，那个南瓜还在飞啊！哇，这个南瓜！三分钟要到了，三分钟这个都会坏掉，它等下就掉下来。就是我把那个事件区移开，它就不能操控。看看我的小啾啾，他感觉下不来哎。他不能操控，可是他还在飞。你确定你还要飞？上面有音浪啊，他也飞不了，他也没办法飞去哪。OK OK， 他下来了。哪还有道具可以拿？为什么不用？那个怎么又飞走了？等一下，躲在棺材是无敌呀。对啊，刚刚开局到现在，里面超多人躲在里面。我是要在里面加那个销毁啊，就是它关起来的时候，销毁方块会出现。那它是不是就会直接死掉？是啊，被关在里面直接死去。我先走了。我就在天上看你们玩啦、啊。我受不了了，我要下去打架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丢掉，你们不要玩。不给他们用，不给你们玩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丢掉，魔法帽帽来啦！孤羊，没有传下去了，回溯回来再传一次。等一下，你干什么？不要再回溯我了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在里面？我自己碰到我的帽子，我拿一下我的帽子。里面真的很强我就在里面一直射就好了。什么东西？里面不是棺材里面吗？对啊，棺材里面很强对啊。那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。等一下，我要回走，我要回走。我忘记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那个帽子没用到你啊？因为我刚刚有回溯。我记得回溯。所以你送我下去，我再回来。我被自己的帽子碰到了。我来拿个最被看不起的道具。你走开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为什么拿我的篮子？算了，我要飞去天上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球球。我飞去哪？找个人打。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你飞出去，走开啦，你打不到我啦，我在一个球里面，我在撞死你，走开，炸弹走开，你是打我了，我回溯没了，我来看你，你死掉了，对啊，我死掉，等一下啦，哇塞，好帅哦，这是什么？完了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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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来了！坏了坏了！这个东西也算飞行载具系统啊，我也是三分钟会坏掉。按错！等一下等一下！我还有还有！撞死你！好像好没有用啊！好险有回溯！好像都没道具了等这个升起来，你不要丢地雷！不要啦！他没有想让你进去的意思。好烦哦！我想拿那个，我用弹簧可不可以把？走！弹簧可不可以把自己弹进去？
哎、欸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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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哎，马上出来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进去了吗？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哦，有有有有。哎、欸，你谁？你谁？走开！你谁？你谁？你给我吹出去！吹出去！走开！哇，他炸你了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先收起来，然后等一下比较好拿。哇、哦，还可以收起来。对啊。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收起来的功能。对啊。哦。哎、欸。哎呀，怎么有弹板？剩四秒了、欸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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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地板要下去了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哦哦，有机会。No， No， 剩下你们两个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抓不到。